现在开车大概开了40分钟，来到了北部 Vancouver 北温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富人豪宅啊，富人居住的地方。今天呢有个小小的任务，我要带着我的相机拍点照，我在等车位。我车停哪儿啊？往前开。你要上来吗？啊，没事，不用，你就往前开，然后看我里边有个湖，里边有一个停车场，有。OK， 有个湖。就绕过这个，就绕过这个圈嘛，绕过这个圈。OK。这两年还行，没开吧？哎，我特别吹，我把我那个有个黑色的包给丢在 UBC 了，然后刚才路上一路上就联系怎么取回来，然后他们负责人各种推脱，哎，你找这个人找那个人，完了您找他吗？千万要找到，因为里面有个相机，那是三轮相机，搞不好我护照都在里边。12:45到1:00吧。好 ，Let's go。先走这里面吧，先走这里面吧。啥也没有，对吧？那这个楼就比较老嘛。新衣服，嘿，哎，这儿有搬家的。估计是。Hello， 哎呀 ，Hello， 什么情况？没有，只是他出去玩，然后就给他套上了放，他从那个对头过栅栏那个。哦，不是过栅栏啊？没有，我以为他不让他吃什么东西呢。没有，其实是没事，是随便进去，你先收钱吧。可以，不，他会挖我，会不会挖我？不会。猫猫很亲人的，他对你很好奇。哇！对，你先让他闻闻。能放下他吗？他都不叫。小鹿他叫吗？我一会儿给他放吃。这猫是不是对我好奇？对着摄像机好奇。没见过摄像机。现在就是窗帘。窗帘。这是什么品种的？喜马拉雅和公司配。天哪！然后它就是那个就是它的上厕所了。对。哎，这养个猫也挺好的哈。你那天说你玩游戏的时候被它挠了一下。啊，没有，它就是我的手嘛，就那样陪它玩嘛，然后在手就那样陪它玩，然后它经常就啪扑到我的手上。哎呦天哪！它对生人还真的是。啊！他会不会跟我的相机互动？会。然后不管。就拿一粒。今天。鱼。哎呀！不是。看看。出去闻一下。来这个。来吹泡泡啊！叫一下。喵！啊！我们这看很小的声音。然后你要干什么？吹。然后他就各种叫，然后就傻一样。哈！哎，抓泡泡啊！对啊。去泡泡训练大法。就是 GD 每天玩英雄联盟的装备，这首先不用说了，雷蛇的这个可能是盗版的，是吧？是正版的，正版啊，在 Staple 买的，这也不用说了，这是雷蛇的 Blazer， 这是 4G 的曼巴，曼巴，天。然后我不喜欢无线模式，所以我就连有线。挺好。这个呢？白头是我定制，对啊，战地4的那个限量版。这是在哪买的呀？这个是在伦敦 Drug 买的。然后机械键盘，贴身的那个。那你的麦克风啊，这个很粗制滥造一块麦克风，那挺好，在那个什么 Source 买的。我还是游戏耳机，这个你是不是以前卖这个呢？不是啊，
我是在那个很想上镜上。你摸他下巴，他会很享受。嗯，他有的时候他……我怎么在网上有人说要卖这机子，然后之前我差点买了，特别像那个。是你是二手淘的吗？不是，这个就是我去那个。我的天哪！哎呀，又过来了。他好像特别喜欢你。就是跟人家店家说我要什么什么配置，什么配什么配置，然后就那样。传了一台，就传了一台。多少钱？这个？3000多吧，三千多。三千多？什么显卡？啥时候？啥时候？780Ti 的，然后几年前？14年。对啊，14年前啊，14年，14年前，3000多。然后 CPU 是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说过，4930。这个猫一直在我脚底。我们家的猫已经被猫都喜欢你。我们家的猫已经被米哥俘获。猫都是个米粉。哎，这是他的一个，这室外风景真是太好了。去这拍。哎，这是哪片海啊？这是。是 Second Arrow 吧，就是那个大桥，就是 Second Arrow。哎，我喜欢这个地方，我要住这儿。欢迎光临。以后我养老的时候就来这儿了。我把房子买下来，你给我。哎，真的，你们这儿环境真的好。冬天会冷吗？一般。我在想，等会儿拍完了，然后去海边拍点景，然后把那无人机再飞一下，看能飞起来吗？这回上次那个边。上次那个太悲催了。往那边走可以去海，那边应该没有人。那边应该没有。好，今天就这么定了。今天来到这个地方，我是带着任务来的。首先，在我这儿有两个这样的耳机，有一个可能已经脏掉了。然后今天呢，托他们俩的鸿福在后边站着。他俩呢找两个看起来像老外的人，而我呢就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东西，把这个耳机放他们耳朵里，然后找一些情景，用这个相机把它照下来。今天任务就结束了，但是大家觉得这样很简单吗？其实没有，中间很多这个运作过程，比如说他还送什么东西是吧？他还要送给老外一些这个施华洛世奇，然后就像把他们收买了一样，这样他们才愿意给你拍，所以很麻烦的，没有那么简单。所以视频当中看起来所有的事情都非常顺其自然，很简单，其实背后是吧？像上次放鸽子啥的。老外其实也不靠谱，有时候，本来是周三，今天是周五，对，又跑来。老外就是这样。我们住的距离很远的。这老外怎么回事？声讨一下老外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之前我上商科的时候，我的天，那老外就是，哎，对不起啊，今天我没有办法 meeting， 然后就说，我说你为什么不能 meeting 啊？我要健身，然后。我说那好啊，给你1-2个小时健身啊。那个时候我要吃饭了，所以今天就不要那个 meeting。我说好，那就不 meeting 了。很委婉的拒绝。对啊，然后我就说那下礼拜吧，你总要 meeting， 因为对吧，我们要交一个，我们要交作业啊，对吧？要交那种大片的论文啊之类的东西，老师要收嘛。然后但是说啊，那不行啊。然后就说我下周啊，下周我什么亲戚结婚什么什么的，然后又拒绝掉。我说那你爱来不来吧。老外相当不靠谱呢，对，一点也没有中国人有责任心。还有我们家的猫也是米哥的粉丝。他叫什么名字？嗯，我们要走了。